姚爷姚叔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哎呀，稀客稀客，来，太过喜了。你那一句空说那一的，年年没得在卖他东西来的，那年不卖了啊。应该的。今个草稿我来弄，看你们去。不晓得，我们只要去药店铺里去的。也就去药店里去啊，来弄你们去哈。不晓得的，姚爷，我们这还几家要去。好，那就不留你们了，你们上班看啊。那么着哈，好，慢看你啊。老婆子。呀，这个公鸡不说。你们慢慢等下了，等下了，快点！哎呀，不要了！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！呀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拿那个鬼阿哥，快拿着啊，快去！也是不要。哎呦，你上真冤枉！快拿着，快去！哎呀，那真是的，不要！这阿哥是让你都不听话了，快起来，快你们快快快！哎呀，是不要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这还没呢，啥红包都拿不出去。哎，没拿出去啊？没有啊。你能把红包就赚你那么多子钱呐？我明明只赚100块钱嘛。管医生。啷个？刚刚进了那个头啊头啊，我把今天单位发的年终奖也搬出去了。啊！快拿着啊，快去！也是不要。哦，你上真冤枉！快拿着，快去！是不要。快拿着啊，快去！也是不要。